该是史上上镜头最邋遢的美妆 YouTuber。 一个人要凋零最容易的方式就是装潢，就钱不见，然后灵魂也不见，生命也不见，就是这样子。好，那因为今天要干嘛呢？因为其实还没有装潢完，但是呢，因为所有东西呢要渐渐的开始就是归位，就你原本装潢的时候把所有东西全部收好打包，对不对？然后现在全部归位，我跟你讲，不想做了，我不想做，好累。所以先欢迎我们今天第一个苦主第一号，技师好。我又来了，怎么会这么好愿意来呢？没有啦，想说看一下装潢，因为我还蛮好奇之前你说要后羿弃兵嘛，对，就看你可以还原到什么程度。没关系，尽量。但其实你应该想要偷产品吧？没有啦，对，因为先要开箱了，所以我的很多产品都会蹦出来。对，因为当时他们都不能当。他当时一直说不能动，不能动。对，因为我今天就来动。对，小赖不来啊，没良心的小赖跟你马克不来，没关系，我们恩断义绝，切八段。好，今天呢，我们重要的巨星，也就是我的救星，菲普老师，没有啦，菲利斯啦，开玩笑，老师 ，Hello， 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今天会是一个很漫长的一天？还好，看起来还好。他怎么每次什么都说还好？会比上次久吗？上次不会，因为东西都已经在这样子，也只是上架而已嘛。但是上架还是有上架的技巧。好，上架的技巧，因为我觉得大家跟我一样，可能系统会做完了、但做完就很茫然，因为我们可能又会乱放进去，那这样其实到最后就是也没有意义。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今天要教大家就是如何有效的收纳。我们先从最简单开始，应该是书，对不对？对，因为书就占了好几箱，因为我们可以先把书上架，基本上你地板上的东西就已经消灭掉很多了，你就心情会 relief 很多。好，开箱的时候又是一个可以断舍离的时候，但佛经其实我不是很敢丢，我怕丢了我的生命会不顺遂，所以佛经可能还是可以留着好了。好，我们先开始。书要怎么分吗？书就是看你用出版社分，还是用作者分，还是用书的类型来分嘛？我家好像是用类型，就看你是自己内心的分类是怎么样，你之后比较好找的，就这样子分就好了。顺便提一下，书要怎么收纳才会好看？还有分？有分吗？对，比方说你一般人都怎么收？他把书放上去之后，然后推到低，对不对？对，高和低都不一样，对、啊。所以你要按照高低排列之后，把它推到书背是齐的。可是作者他都会出同一个高度的吗？不见得啊，不见得。所以我们可能是这样子过来，有些人是从左到右，有些人是从右到右，让他最后可以 meet。然后重点就是把书背给推齐。比方说像这样一坨书，对不对？对，我们一般要推到底、先推到底就会变成这样子。对。比如说最底的那个，你就会看不清楚它的书名、所以你要把这个平面推到齐。那怎么推齐？对啊，要怎么推啊？好，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对，等一下就知道。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波书的活动。妈妈是一个塑胶袋收纳法的大师。对，收纳很吵。会收纳的人都很喜欢用书袋。对。然后他的电线们也会在一个塑胶袋里面。然后一包一包就。像螺丝娃娃一样，然后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对，妈妈就是塑胶袋收纳法的大师。冰箱里也都是这样。对，然后他在上面写字是什么？2018年8月2号邻居送的鱼，就是会这样。根本不会看呢、对，但对这个塑胶袋收纳，我知道是彻底性的毁灭。等一下。妈妈有说请勿丢，看到没？是不是？哦、不能丢。他写2019年4月30日。其实这东西只要撕掉之后就不存在了，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好啦，佛经算了，今天给他回去好了。那就是先上架妈妈的东西喽，好，才一点点。而且爸妈也特爱，这叫什么、啊？这个帮提圈是不是？对，帮提圈，帮提圈收纳法。你刚才讲说佛书有什么？什么结缘的？就是一般的那个佛教的书籍的结缘流通处啊，如果你自己心有怪，你带回家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取舍，你就把它放回那个流通处就没问题了。就是丢掉会不好。对，如果你就是心里有怪，觉得不敢丢的话，把它放回原处，或者是到那边去流通给其他的人，就没问题啦。听懂了。然后我们要好看的话，至少让这种颜色相近的放在一起。然后顺便试试是妈妈的书，妈妈的身高多少，她这边她拿的书，她根本就没来看，你管她，你放到你放到最上面都没关系。如果她都没有在看，我们就往上放，我们就往上，就不用管他的那个黄金收纳区。我们等于拿一本最高的来量，然后往上可能要撤掉一层。好，要是我怕，我就把它横放、就是不行啊，很丑啊，很丑。你现在怎么会跟我说是一国的？你们有没有跟我讲？我去拿，我去拿一个凳子。哎呀，老师，你真的是太……这是书店员工哎。对呀、你这是去金石堂打工，太可惜了。没有，你就是这样才会好看啊！你看商店怎么陈列，你就怎么陈列，你家就会好看。很美，但是真的是很累。还好
本就推棋而已，而且推棋不是说一本本推，你就拿个书让它拨到最前面。哦，懂。好，那我们到时候可以数要买几个书档，对，就只能先整理再去买。就是先整理才知道你需要什么，不要先乱买一通，不然会多花钱。好，接下来就是你的了，我的书了。在书上架的时候呢，就可以顺便再过滤一次，到底哪一些书是可以直接烧掉的。像刚刚老师刚说哪一本，来，时间回旋，我也是，还有群永远看不完，永远看不完也演的永远看不懂，这直接可以丢了，对。那这个呢？然后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厚到不行，那一辈子都看不完。对，时间回旋真的是，所以他看不完是跟他的书名互相呼应，就一直回旋，是真的一直回旋。哎，至少你这么有深度的人，你这不是有深度吗？一直这么。我现在都看散文比较多，哎，这个应该可以解释。散文，所以觉得小说都好多，是真的看不，还有群永远看不懂。对，捐掉。老师，你刚刚讲的很重点。我说到底有谁把真的把贾博士传看完？我跟你说，对，而且贾博士传也不是我买，是我爸买。我爸就是你们家有，就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对，然后就永远都，我跟你讲，给你看好不好？因为你看二十面之后，你就会开始心情很差，因为你觉得我到底有多笨。他就是天才啊，他就是天才，所以你就会看二十页之后，你就会心情很差，一点都无法得到启发，然后你就越来越差，然后就不会看了。最后就放在那里。对，贾博士传是真的也不用买。接下来可能大家会想要买的是那个特斯拉的那个，啊、对，特斯拉不用买，因为你们一定也是看不完，真的，我们都不会变成他，让男人心里只有你。这真是我收到的，好吧？是我收到的，是吗？真的啦。会去买这种书来看的人也是。好。有一本还不错，有一本叫做 How to Get a Guy。我有，很马修，这是心灵，对马修啊，我们这是心灵伴侣，超好。我想我的偶像马修的那本书真的写得很好，对，就是火车，就是火车理论。我知道，叫马修连恩的。他每次都叫马修连恩，超没品的。对，马修那本书就好，但是我跟你讲，那个书看的时候呢，就是书皮要撕掉。为什么？因为你这很尴尬啊，对，你那本书这样，你会被人家看到。好，你在节目上读这本书，就你在看这个让男人心灵求你，你觉得路人不会觉得这女的有多可悲吗？所以我跟你讲，看这种书就是书皮，你可以夹别的，啊、你夹别的，怎样 ？Power vs Force 在讲肌肉测试的书。哦，你真的很有学问呢、啊。就是他这样就表示你这个人的那个肌肉测试，但是因为我就没看过，叫做 Kinesiology。比方说今天你可以测，可以问他就是有没有说谎。比方说，对，不管是说谎，或者是这本书是不是适合你，先测试一下，问他有没有说谎。假设你今天好，时间回旋好了，刚才不是想要送你这本书吗？对、啊。那你适不适合读这本书？你可以先拿着这本书，拿着。好，然后，但他也不知道他自己适不适合，他知道吗？我们要先测试，就是说，你现在脚内八，内八，对，然后你现在站好之后脚先正常讲，正常好，然后你手举起来，表姐来示范好了。什么怪书啊？你先把它你先。有一个抗力，让他不要把你的手往下压。你要手对，你要抗力，这样抗。对，然后你压。我压了。然后现在你让他脚内八吗？外八。外八。比较下来，对不对？有。内八呢？内八。哎，为什么、啊？对，通常内八的时候，你的力量比较大，对，会感觉。哦。所以他们练功的时候蹲马步最好也是要这样。不要有点微内八。所以就是你现在可以分得出这个细微的差异，对不对？力量比较可以集中。正常的跟比较。强的跟比较弱的，对，好，那现在你拿这本书，表姐你就问他说这本书适不适合他。哦，好，如果他往下掉，就表示这个能量不适合他，不用读了。哦，好，那我脚要怎么样？正常就好。好，时间回旋这本书适不适合祭司豪？压得下去吗？压得下去，好像没有很适合。你明就真的，为什么？真的很下去，为什么？不太适合这本书，我们可以换一本看。啊，缩音瘦身，缩音瘦身，什么？这一不是。我收到了书，我收到很多公关书，好了，因为我要采访很多人。这看起来没有。就是你不管你是吃任何食品或药品，或甚至你读一本书做什么事情，你可以把它拿在手上用。可是你都需要另一个人来帮你。对，要另外帮你压，对，另外一个人帮你压。哦，请问一下，最强缩音？适合最强缩音瘦身法吗？对啊，就是。所以他就。哎，真的？为什么？可是如果那这跟他心灵。表姐的书啦，对不对？对，我用力，我用力。这跟道理，这跟内心设定有没有关？他自己知道不适合，他会往下吗？对，他自己的能量他会知道。那他的意识知道吗？他的意识不太知道。就即便你今天把这个书只是写书名放在信封里面，你现在他自己会感受。你现在的回答是适合哦，适合，适合吧，适合。请问丹妮表姐，请问丹妮表姐的书适合你吗？好，小声出来。
还 OK 啊？为什么那么晃动？为什么那么晃动？我想看《盗墓笔记》。我记得还可以测那个书不是不是说谎，对，都可以，也是一样用这个。就是你也可以测你的能量，那個、所以说谎是往下，对不对？对，就是那个能量是负的、弱的，它就会掉下来了。好，纪思豪觉得小赖很帅吗？你的回答是。是是哈，好好好，你不要玩弄我跳。纪少，你觉得小赖很帅吗？美好了，不要，你要干嘛？美好，小赖很美，是不是？三二一，哎，他说美的时候是正的，哎，美的时候 OK。对，那小赖，请问小赖是很帅的吗？电梯下楼，电梯下楼。美比较有力量，真的，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这个刚是那什么？是电梯往下掉，电梯往下掉。我觉得真的有一点啊，好好玩哦。我下次遇到新对象的时候，请问对象你需要我们在旁边帮你？对，就帮我先测一下，适合吗？好，没问题。好，现在继续。但《How to Get a Guy》那本书，那我现在暂时找不到，但是因为那本书是我买的是中文版嘛。对。而且我刚好人要出国 long stay 的时候，我想说，那我反正我在国外看，大家也看不懂那个中文写什么，我就不用把书皮给折起来。就你知道吗？那本书它在这边是写就是中文的书名，那它这边写 How to Get a Guy， 就所以你知道吗？说哎，完蛋，死定了！我在看到，你知道吗？赶快什么什么？对啊，那连这边都撕掉，你知道吗？好尴尬哦。对，所以看那种书就是要把它书皮撕掉。哇，整理好了！看来我今年没读什么书嘛。对，你念到很多，念到很多嘛，我也会全部都塞满。对，那因为像我亲自整理过才知道，不知道买几个书档，对不对？对，如果书歪歪斜斜看起来就是乱，所以我们之后会买书档，就是开始记直立的状态。哦，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就这样数，对不对？对，然后因为你这边还有扩充的余裕嘛，你还可以买。但是在你还没有扩充之前，这边是空的，有一些你可以放那种斜的架，让像它像书店一样，可以有一些展示，哦，会很好看。零杂物装修术就。已经展示出来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本书首要老师写的？老师写的，就是这本书到时候看吗？即将，不是应该是装修前先看吧？没有，我应该装修后才看，因为装修后又变没有杂物啊。我一开始先看，我经历那么漫长的装潢，我就忘光了。都找老师还干嘛看？对啊，我找老师了，是不是？是不是？那个老师书档是要买两个吗？就是 L 型的，比如说这边就需要两个，对，就然后都这样数嘛，这样。就是说我们都整理完毕之后才会知道自己需要的收纳工具数量是多少。顺便提，就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的话，其实书档是很好用的，因为小朋友他其实手的握力没有很好，所以假设你今天一整排他要抽出他一本绘本，他就会全倒，对不对？但你让他几本就有一个，几本就有一本，几本就有一个书档，他只要比如说撑住三五本，他就可以抽一本出来。哦，对小朋友来说是比较方便的东西。哦，原来，而且老师那个用成品跟经常的方式把书对齐，前面就真的变得很整齐。对，因为一般因为我们以前都会往里面推，一般人就推到底，对，然后就会参差不齐。因为我们家还会因为书太多，所以还会推到底，然后再两层呢，然后找到就一场灾难。那你这样后面永远都读不到、啊。对，就是会要整个这样搬出来。可是你后面肯定我永远都忘记，因为我是有分区啦。哦，你有分、啊？我有分，就小说。哎呦，读书人哦。可是真的很难找。所以就是书柜你那个深度也是要控制好，对，深度。哦，懂。可这样里面不就有点浪费了？对，里面空间就浪费了。对，但你这个书柜钉的时候就是没有。因为我们当时不是为了放书而去钉的。如果是书的话，其实你带25公分左右就已经很够了。啊，所以它现在这个只能30几，对不对？懂，因为当时我没有为了书而做柜子，我只是为了就是要摆东西。就是不管你是放书啊、放鞋子、放衣服，它的深度都是不同的嘛。嗯，懂。像裙会留下来是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常常拍摄的时候镜子不够高。他就拿来放镜子，就会很刚好，你就会觉得哦，这样镜照对，所以这种特，所以群我没有丢的原因是手机直播也需要电动，对，手机直播也需要电动，对，就是这样。还有贾博士传，贾博士传也没丢。好，谢谢，那我们进行下一区，下一区。老师，生活常备用品到底怎么收？以前我们家就是全部乱收，这几年来能找到牙膏都是觉得很幸运，因为我们刷公关品香氛，对对，比如说我可能乳液就会5个，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收到一整盒，对，但是我们就喜欢，我们就也没有要送人，会卖掉，对啊，就当做备品啊，要有一个备品。那备品需有收纳方式吗？就比如说身体归身体，脸归脸这样子，就你可以分成两大类，初分身体跟脸，对啊，好，然后再细分器官吗？牙齿是牙齿，肝呢、啊？肝的肝。
对啊，膝盖啊，对，好，我们现在在进行庞大的备品类怎么分。然后刚刚老师一直在靠腰一个很难用的收纳盒，比如说你看我今天想要提前去买收纳盒，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买，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要用到什么样形状收纳盒。那这个收纳盒刚从你从头靠腰到尾，因为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它为了方便堆叠而设计的一个握把，但是这个握把它又是斜的，所以里面的收纳空间并不是直立的一个正方，对，它变梯形了，对，它变梯形，它很难用。然后再者就是你要么买的时候你就买一个长条，要么就是一个方形，你不要有任何中间这种斜的凸的，是不是也不要这边收进去？那格子呢？格子呢？就是越平滑越好，它这边也收进去啊。对，它就不，它就收进去。对，尽量就是宽口，然后平滑面，不要这样凹。长得像纸箱的，对。有一点外面稍微斜没关系，因为它可以堆叠放，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零零角角的，不需要，对，都不需要。然后圆形的是最难用的，圆形最难记得，圆形，圆形，因为你圆形你放在一个方的地方，所有它旁边都有几率角都要费了，好好好，旋转的也不要买，旋转，就那种旋转的什么化妆化口红那种，对，普通不要买。结论就是不要买任何奇形怪状的盒子，对，尽量以长方形、正方形、长条形为主，这是为了提的吧？提什么？提咖啡，提咖啡，对，哎，这还对，这是拿来提咖啡用的，对，提咖啡。对，所以放小盆栽我觉得还行，但是拿来收纳，对，它不是拿来，它是拿来提着去拿，这样提着去拿。好，那我们现在来进行吧。